演实书是后坤敬。书上开法者，海会离人缘，福若湘江照，龙天降吉祥。开。各位高僧大德，各位法师，各位嘉宾，欢迎莅临慈山寺出席慈山寺庆祝开光典礼暨慈山寺佛教艺术博物馆启用仪式。慈山寺的成就真的是要多谢李嘉诚先生的发心和护持，多谢李生，李生多谢你。慈山寺已經在2015年正式對外開放，很多參觀過慈山寺的朋友都跟我說，這一座莊嚴而清幽的慈山寺與別不同，無論你是否佛教徒，踏進寺內都會有一種涤荡心靈、煩惱全消的感覺。今天能夠在這裡見證一座集宗教、藝術和文化等元素於一身的博物館開幕，我感到特別欣慰，多謝大家。我好喜歡《金剛經》裏面的解義：一切有為佛，如夢幻泡影。在佛教中，智慧由空破執著開始，啟悟連結內心的念力，以外動力、未來的有為，是由我們的智慧。慈心冇執著嘅出世精神，化為積極嘅入世行動所充足。發展過程中得到好多信念唔同嘅人，全心全力嘅承擔呢啲非言嘅精神，同埋八正道中正見正思維。正以正業、正名正精傳、正念正同，同香港的精神成全相應，亦是我哋香港故事的中流砥柱。再次感謝大家，我一生最重要的決定是成立基金會，有緣能盡心之所為，服務社會。將收藏存展在此，能同埋每一位有心人一起弘揚佛法，對呢種福分係感激至深嘅。願眾生擁有充滿希望、慈心、覺悟嘅人生。好多謝，好多謝諸位嘅光臨，多謝多謝。现在我们进行剪彩仪式，当我讲慈山寺以后开始剪彩，大家准备，慈山寺。
一齊係揭幕好嘛？好，次三子，多謝各位主禮貴賓，多謝各位主禮貴賓。